我应该很快哈。那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网页哈？那因为个人不小心跟着找到这个网页，然后也不小心知道说，哎，这网页用的软体是怎样，那不小心就架了一个跟它有点像的东西。然后那，但是现在已经没办法不小心下去了，因为架好了之后，哎，发现 GOV 不收入 ，GDB 来收入，那结果 GDB 都没有东西。GOV 没资料 ，GDB 来建资料，好，所以今天就是来找大家来建资料。对，好，那其实这一次的缘起其实是其实是被推坑的，但是我也是自愿跳的啦。那我应该可以很快的把这件事讲完，不要举红牌，赶快赶快。好，就是现在我又开一个黑配的，就是在刚刚专业介绍这边，然后我会发现有一些事情需要想要找帮助，比如说解 bug 当然就是我这边的事情了。那与 local 里 data GDB 那些 W 可能是高嘉良这边看那边有没有接，然后收了 GDB 测取产出资料，因为好多人做了好多成果，但是都没有都还没有资料嘛，完全没资料。好，其实是有资料的。然后首页底图啊，觉得好像可以换一下，因为这好乱。不过这是科比做的一个动态，我自己把它截图的。那这件事的缘起其实是基础建设松。基础建设松呢，因为一群人说，哎，五星级资料好像蛮重要的，所以大家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 data GDB 好了，把 data GDB 换一换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然后就有好多东西，就这些签名的人今天希望能够有机会讨论一下，因为我想说自己做的好孤独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其实那大家都那时候就有给一些意见啊，我觉得其实都蛮重要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科比哦，黄牌了哈。科比那时候最更久以前的事情，科比那时候跟那个科克部会面之后啊，把政府开放资料品质检验机制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，大部分都是科比写的。那有一些是别人募的东西。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资料的品质有兴趣的，应该也可以一起加入讨论这个专案。好，总之再说一次，就是我需要的帮手就是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就是文字组资料收集，然后或是设计师，然后还有对这个资料品质有兴趣的，一起讨论。好，谢谢。